爆红的素人歌手小胖林育群，明天就即将在洛杉矶道奇队的台湾日当中献唱。今天提前在道奇球场亮相，先清唱了一段，同时呢，也跟台湾左投郭宏志相见欢。而明天呢，刚好是老虎队道奇的跨联盟比赛，两位台湾中继左投有机会同场对决。上清唱台湾 Touch Your Heart， 林育群展现飙高音的功力，但更让他想惊声尖叫的，其实是与偶像左投交换礼物的这一幕。礼物也代表我的领子，然后要送给就是我的台湾最强烈的左投郭宏志，然后也特别选了一个深蓝色的。见到郭宏志，小胖超兴奋，不但抢着跟他合影，手中这颗签名球更是始终紧抓着不放。而为了这次来道奇球场演出，他甚至连半夜都在练唱呢。我很蛮怕另外一间的，就是访客会不会就半夜然后起来就是敲我们，就嘿。对于22日的道奇台湾日，小小郭则希望能如愿出赛，有好的表现，让大家多认识台湾。开心啊，然后就是希望礼拜六刚好可以听他唱歌，然后跟你们一起上。礼拜六一定会上场吗？没有一定，每天准备。加油！尤其台湾日刚好是道奇与老虎队的跨联盟比赛，如果顺利，球迷有机会欣赏到尼福德与小小郭这两位台湾左投精彩的同场对决。明星文综合报道。